有一次晚上睡不着，然后突然很想跑步，跑步，然后我就出门，从英哥跑跑跑，跑到，然后再跑跑跑跑跑回英哥。那我觉得你比我红。我爱好叫小孩，可是我不爱吃。我很喜欢喝，然后也很喜欢吃。天王星里面谁最有可能喜欢上男生？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是喽。觉得这个我们两个想的一样，我们两个用这个眼神看到。我不会写他名字的。三二一，懒惰。因为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很夯的游戏，是关于你让我很意外的 point， 所以我想要你跟粉丝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你会让粉丝很意外的 point。我从来没有犯过小鬼，可以算吗？可以，乖宝宝。对啊，我拿过全校第一名，哇，很厉害耶，是学业成绩第一，对，学业成绩超赞。我也拿过全校第一耶，可是我拿了好几次。我是说长相。哦，我在做效果，那我可能可以拿全台第一吧。好，随便你。好，谢谢。我想要问你们，就是关于你们，然后让粉丝很意外的事情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我自认很疯狂的事情，是因为有一阵子我是住基隆，然后那一天是好像是圣诞节，然后就想说好像应该买个礼物回家，我就从基隆骑车，然后先去市林夜市。买了爸爸的 AirPod 跟妈妈的一个小礼物，像是香水之类的，然后再骑回家送给爸爸，然后再骑回家，还是半夜，然后我们这样来回好像两三个小时，因为我们其中还要去其他朋友的家，就是绕了一大圈这样子到宿舍，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骑车啦，哎，我也是，还好，对，我自己。最近的话，我觉得最近有一次晚上睡不着，然后突然很想跑步，跑步，然后我就出门，从英哥跑跑跑，跑到树林，然后再跑跑跑跑跑回英哥。那我觉得你比我红，因为我是少，我是少，我只能给你带步。还好，但是我觉得运动完之后真的身心舒畅，对，真的很满身大汗，对对。回家就睡睡了，回家就睡爆，睡爆。对啊，我这阵子是做过吗？我真的是，我是骑车跑去每个朋友家里打卡。哇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为什么没有我家？因为我们不够。没有，因为我还有第二集。哦。对，我第二集打算跑原子少年。好。然后第三集打算跑高中同学。对对对。对。你忘了你的主题曲怎么跳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不记得，我还会教他们的。我现在有点沙哑，抱歉。没事。OK。红笔。汉俊还好吗？还好，大家要不要来帮安慰一下我们的那个？你怎么头发都变白了？然后这是压力大的很重要。那请问是什么压力呢？那个我压力呢，其实来自于各位对我的支持啊。我以为你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颜值都蛮高的。啊！我应该就他的吧？啊！是，大家颜值都高，我开玩笑的，我们。没有啊，就是大家都有压力，那个这大家都。会支持我，我会觉得你压力大到口他压力大到现在都口吃，我就刚说完，我好像应该要，我觉得他需要拿这些时间拿来就是 re 搞，对，再让我 re 搞一下。请你们跟我们分享关于你可能会让粉丝很意外的 point。有一个啦，应该算蛮多人都做过，我没做过，就是我从来没去过迪士尼，我一次都没去过，可是我记得我爸爸妈妈跟我说，我其实小时候有去过，但是那是我没记忆的时候，就是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完全没记忆。所以其实我很人生中很想去一次迪士尼。我还有一个，我爱好叫小孩，可是我不爱吃甜食。我很喜欢喝苦茶，然后也很喜欢吃咸的，但是甜的我就其实都还好，我很不喜欢太甜的感觉。微微甜可以，但是我不太爱吃甜食。那我从来没有被当面告白过。对，这算意外吗？这都是在讯息当中。哎，对对对，是都是讯息上。其实小时候就动过手术，这算劲疤。哎，我也有，就是这个疤，这个疤，这个是我好像
幼稚园那时候摔到的，他那时候就在我家，我家是有一个楼梯，然后有一个栏杆，然后那个是铁栏杆，那时候就走着走着，他就滑了，啪，然后撞了一下，然后掉，全部都是我的血。然后我最记得的是，那时候我在我妈的，就是我妈把我抱起来，因为他们很紧张，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快睡着，他们叫我一直不要睡觉，不要睡觉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我妈的，然后就真的快睡着，然后下一幕就是我已经躺在那个床上，就是哈利波特由来。但是没毛、啊，闪电吗？什么？那你吃？我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是有人走过来说，我可以跟你加一下赖吗？我说啊，可是，我就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没有啊，因为你也是圈内人，圈内人因为走过来是个女生。然后想说，我是男，我就跟他说我是男生。然后你是男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被认成女生了。我好像没有什么、欸，他就是走过来，你可以自拍一张吗？我那时候就在旁边，他就走过来，手机可以自拍一张吗？好，好，我们就站在旁边这样看，我就说、是、你可以用我的手机自拍一张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有很久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那时候原子才就是刚开始动工没多久，就是我们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就突然，我们就一群人在路上走一走，然后吃完饭要走出去，那有个女生她其实就已经坐在门口，因为我们是。在里面，然后在外面，然后坐在门旁边吃，然后我就一直坐下，一直转过来看，一直转过来看蔡成佑，我说奇怪，他要干嘛？然后我们吃完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先走到外面，然后蔡成佑就走最后一个，他就走出来的时候，那女生就突然转过来说，你可以用我的手机自拍吗？什么都没说，他说你可以用我的手机自拍，开头就这句话，然后蔡成佑啊自拍啊，然后我们两个，然后我跟那时候我们还有吕志宇，我就跟吕志宇在门口这样，超荒谬，超莫名其妙。很早去补充一下呢，这一段是小孩跟陈佑在写《天王星》里面团队的团宠是谁？超坏啊！好，我都好是好了，好了，那小孩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三二一，起亮哦！三二一，哦耶！为什么来先？小孩先讲一下原因，为什么是陈佑？我只是故意要写他，因为我觉得他会写我。哦，我刚才也在思考，但是我后来觉得，就是我们团队好像大家都很爱损我，我说这算团宠，另类团宠哈。那你有就是昵称吗？有没有团队都叫你什么？零八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他自己叫我零八吗？因为我之前扁桃腺发炎，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叫我零八。好，零八。好了，一种亲密的昵称。请问小孩的身高是几公分？要写对耶，这一题不写对太伤感情了吧？我也觉得。对啊，这题一定对。小孩这是可以公布的吧？这是可以公布的。当然可以啊。好，这个一定对。来，对哦，真的哦，默契哦。好，三二一，120。怎么啦？我们是对的，绝对啊。120，是哦，确定哦，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好，粉丝来评评理。他只有120，怎么可能有骗人？好，那再一个。骗人吗？120。好，另外一个陈佑的问题好了。好，请问，好，写完成要几公分？请问，我真的想问公分的问题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等一下。陈佑的鞋子穿几号？哇，高的应该会穿比较大。OK 了吗 ？OK 啊。三二一。有如果你有妹妹，想要给她跟天王星的谁交往，所以你们要认定天王星的那个谁是你认定的好男人，然后你可以放心的交给那个人。我觉得应该很真的是自认真的吗？放心的，对，很认真放心的那一个。相信这个人，你相信他？好的，你也相信这个人？对对对。好，那三二一，都不要。好，讲一下为什么是高尔强。因为我觉得他怎么讲，就是给我一种好男人的感觉。而且我们私底下认识的他也是那种，就是真的对自己身旁的亲朋好友都很好。他不是那种，就是怎么讲，善类了。对，他是善类。所以他算是会照顾人的。我觉得是。他家还有个小儿子。小儿子，他叫做 Bendy， 好可爱的小儿子，然后他是一个哈士奇。哦，
OK， 下一题我想要问，天王星里面谁最有可能喜欢上男生？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是哦。觉得这个我们两个想的一样，我两个眼神看到。我不会写他名字的。三二一，Justin 跟默契，烂透了。为什么？你们的默契呢？子权就给一个那个就是天菜的感觉啊，就是同志天菜的感觉。哦。天菜不代表会在一起啊。对啊。代表会喜欢男生。这个比较，对，这是谁？这个嘞，对啊，这个博弟，陈博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再装了，博弟。我们每次都会开他这个玩笑，他会生气吗？没有，他已经，他很开心啊，他已经，他很享受哎，原本的拒绝到已经结束，已经觉得无所谓了。我看他每次帮他配一个男生，然后他都会主动去抱着那个男生，帮他配哪个男生，他都说来啊。好 ，OK， 感谢你们，耶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子少年的星际导师 Ella 陈嘉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原子少年的星际导师昆达。Hello， 我是原子少年的星际导师 Nick Real 周汤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原子少年的武力导师田一德。每周日晚上10点 ，Now News，N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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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ws YouTube 即将播出原子少年。少年们除了在线上和你一起观看节目之外，还有幕后独家的秘辛大爆料哦。赶快订阅 Now News YouTube 频道，又可以看到少年们精彩的表演哦。让原子少年陪你一起观看哦，赶快按赞订阅 Now News YouTube 的频道。